部分的人都是想到的就是饮料。那其实我们的珍珠奶茶在国际上面就是在外面其实很出名。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把这个商品去转换成一个冰品的一个部分，就希望可以把台湾的一个茶叶的茶香味凸显出来。那又加上就是我们是用黑糖的珍珠，那希望也是用就是跳出第二个味道出来。打断手骨里面都用的那种努力的精神，跌倒了以后，然后又就是站起来。